我就开三个刀啊，大小便都失禁啊，那里一堆粪便，那里一堆粪便啊，大小便啊就随便大啊，就这样一拖到厨房去洗一洗再回来，拖了好像是半年的样子，拖到这个屁股都破皮了、啊，都见骨头了啊，跟死人没两样，活死人。哎，师姐早！今仔日三个师兄要来甲你斗火炒。你看我一倒下去，都跑光光了、啊，你说嘞？啊，就只有慈济啊，比兄弟姐妹还亲呢、啊。因为我头一年是张信尔师姐是每，你是每天都来的。家己一直想站起来，大医那段期间吼。啊！我甲阮孙兄去找伊，拢无伫病床啦，伊拢家己去做复健，家己去遐行，啊，就害我感觉，哎、欸，这个人真的是有要站起来，唔是要放弃人生。咱当初看伊的时阵，他是要放弃他的人生的啦。因为慈济帮我从五年前到现在。把做富康巴士的钱省下来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、啊。哦，这边都不用几百，坐阮乡客坐火车去咱慈院。本来爱一抓爱一千块的富康巴士，无坐，伊逐天坐火车开200块往回，伊把遐省的钱拢来吃。对啊，我很开心，对啊。感恩啦、啊。